大家好，多谢你哋收睇呢个影片。我哋嚟学习下点样使用施力嘅日间护肤程序啊！请根据你嘅程序，每朝早使用 Renew 护肤产品。方法非常之简单，首先请喺洗脸之后轻轻印干面部。第二步，请将适量嘅 Renew 面部精华液涂抹于全面、颈部同埋锁骨位置。将产品涂上之后，可以轻轻拍打面部，帮助皮肤吸收精华。然后就以向上打圈嘅方式，轻轻按摩面部，直到产品完全吸收。面部精华液之后，请将适量嘅 Renew SPF 30日霜涂抹于全面、颈部同埋锁骨位置。记得颈部同埋锁骨位置，因为呢啲地方其实好似面部一样会老化。但系我哋好容易唔记得去涂抹保护呢一啲嘅地方，就系咁简单啦。呢个就系 Renew 嘅日间护肤程序。多谢你收睇呢个 Renew 嘅训练影片，我哋希望你会喜爱 Renew 嘅日间护肤产品。